洪教授。洪教授今天呢要来参加蝙蝠侠路跑，那么我们第一步呢，当然就是要变身成这个蝙蝠侠。OK， 导播拍我的全身，变身。OK， 我们已经变装完了，那么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蝙蝠侠不能用跑的，我们用飞的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这边。